引新兵，请看新兵进行曲。要拢了解，有时啊清醒，有时清采，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，那莫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规工嫌车无够宽，嫌厝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食，嫌某想歹看，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想好，也雪也高，水无底难走。人生短短，就亲像在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放来到底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。谁是 K 歌王？我是 K 歌王。好的，接下来两队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彤彤队，还有我们的富凯，还有我们的彤彤，以及我们的爱晨。是的，紧接着我们来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浩，可爱的林大元，还有我的妈咪酱蛙姐。是的，今天呢，富凯也来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还一样是来宣传你的专辑，对，我的最爱专辑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他。什么？最近《父与子》里面，我常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你的吗？啊，对，插曲是那个。熟悉的声音是富凯的，看到熟悉的身影是爱晨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还有我妈咪来，看。香花姐穿的大红色来，真的。我今天要跟她配对，你插在中间干什么？对呀，香花姐，你也知道她红的，你的换换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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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。你也知道她最近新闻比较多啦，嘿嘿嘿，所以我帮她避嫌一下。避嫌？我刚刚还有什么嫌？你避什么嫌？下一期就换你了。第一组请就位。富凯，富凯也蛮长的，不要跑输。各位，大家可以知道，富凯每次上我们的节目啊，都是玩风对手。是你今天刚好跟元浩同一组，所以你是来玩风元浩的吗？我希望可以玩风他，不可能玩风他。是，我觉得不太，他那个，我觉得他玩风那个机会啊，只有在相识在的时候。哎呦，刘湘慈每次遇到他，眼泪都快滴下来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对对对，还要耍别扭，哇塞，赶快联络啦。是的，来。第一题，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哎呀，然后你在干嘛？哎呦，你不是 SD5 吗？富凯，你的腿那么长，你怎么跑输他啦？请告诉我们这首歌名是什么？江蕙二姐的《摩根辉》。哎呦哎呦，怎么唱？答对，大家都起哦，超线。好，来，也不会啦。你要刮这卡呢，水卡？不是，哎呦，你们仔细看，彤彤，彤彤今天整身都不一样。开玩笑，这卡点点的刮，这卡喊你刮，你看那个。为了争夺美腿女王宝座，两个女人争风吃醋。阿庞，你要刮这卡呢，水卡？不是，哎呦。细看彤彤，彤彤今天整身都不一样。开玩笑，这支卡点点的垮，这支卡喊你垮，你看那个。你们都是耶。我两个他顶过来，你两个他顶过来。那我觉得比较。今天穿热裤呢。妈咪，你卡坑啊嘞！来，你只卡卡打开，你垮了，就明天呢。年轻的腿肯定有年轻。喂，有礼貌。
不行这样，没礼貌。没礼貌。是的，紧接着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过来，彤彤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胆小鬼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歌词那么复杂，你也看得出来哦。请问怎么唱？喜欢看你轻轻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女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。心情就像和情人在动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爱，我有点胆怯。是的，有新歌啦，彤彤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。Yes， 我知道艾辰的歌唱的不错啦。对，有没有出过唱片？我有出过两张。没有，你有出过两张吗？两张，你不知道我跟你那么好。我知道你有出过一张，有到两张。两张，不是一张，一张是我个人创作，嗯，另外一张是动感的。动感的，哦，所以是超周杰伦双节棍那一张啊？哎，是。我告诉你，我也以前的发过片过了。哎呦，没发几张？28年没发了，现在快要发疯了。妈咪，28年前你发过几张？好多。一张。有啦，有啦，也是有啦，我忘记了。我瓦姐，瓦姐，那个时候是说28年，我今年才28岁。对，28年前是那个黑胶的。28年还是最后一张哦，第一张是民国64年哦。我还没出生呢。我还没出生。所以有没有？大家1975年哦。真的，所以你看电视机观众朋友很多真的是从小看妈妈看到长大的。哎呦，真的哈，我们要尊敬他。喂，像这种国宝级的艺人不多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快我的作品就会放在故宫博物院了。好可爱，超可爱的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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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他的年代久远，可能只会黄梅调。喂，不是，是梁山伯祝英台。有机会了，今天。Yes。啊！加油！哎，艾辰，你不知道。这个歌我知道，不是你年代的，该不会是64年的歌吧？我先站起来再想歌是什么歌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梦醒时分。呀，经典啊！记得光后天，真的好听，这个好经典的歌曲。对啊，最近500有翻唱。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是讲真的。你真的有在做功课？歌手来着。可是现在不要抢镜头了，我要唱歌了啦。不是你，艾辰，请问啦，妈咪怎么唱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，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。是啊，产生了很多人的共鸣。果然是黑胶唱片年代，太棒了！妈咪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傅凯，好。喂，就能乖的专辑，第一波主打歌，第一波。OK。唔通拖甲心肝疼丢丢，才来烦恼找温柔。爱也是无爱，拢有你的理由。唔通等到烧酒变朋友，才来怨叹淡薄酒。爱也是无爱，感情来来来，歌名。几可就是。好就收，加油啦！来，哦，今天好听啊，傅凯。来，吉吉，这一题的题目是 K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哎呀，这个你会的，台
台语的哪哪哪。哎，什么叫歹事在心？心歹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歹事。歹事。人生，人生歹事在心内。哦。OK OK， 傅凯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？休假恰里火哇爱。哎呀。请问歹事怎么唱？你这样，你怎么没有问过我啊？拜，当作无相识，实在不应该。哦，两个字不应该哦。我爱你在心内，不敢讲出来，不敢予人知。不敢予人知，想看卖，你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有关怀？你的心意，我也有心，完全不了解。你恰你好我爱，先生，人歹势在心内，有你在身边，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有了你的爱，我一生就沉醉在爱的世界。Oh my god！ 傅凯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一页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不要给他唱，哎呦，怎么每次都是道远唱啊？道远，道远，我先，好，彤彤，请退回来。林道远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明天我要嫁给你。哦，好听的歌曲。周华健，你要嫁给人家，还有人要才行。喂，林道远，请问怎么唱？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嫁给你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吗？要不是每天的交通费要钱，我所有的梦，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。唱到流冷汗，我刚才有听出来一点点，后面有点，是这一次好不好？自己承认，那怎么唱歌会流冷汗？不是，你很心虚。林导演，恭喜你，好听的过关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哦。等一下，我的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来不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会给你机会，你先妈，哎，他先站上去。干嘛呢？我也搞不好知道什么歌啊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？太神秘了。艾辰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？鬼迷，他不知道。鬼迷心窍，他知道。哎呦，哎呦，请问怎么唱？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。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做梦也好。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？哇塞，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欠扁？哎呦，艾辰，恭喜你，好听的，答对，恭喜哦，哎呦，不错。我觉得我再唱下去快发片了，观众已经在反应。我觉得我再唱下去，观众快发疯了。没有，他们已经在反应了。回家了，终于回家了。喂喂，加油啦！好。哎呦哎呦！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哎呀，这首最经典的，他唱的。杨元浩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《爱的初体验》？哦耶！请问。怎么唱？
说你要离开我，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请诚实点来告诉我，请诚实点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的走，不要偷偷摸摸的走，像上次一样的半夜，像上次一样的半夜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还给我吗？哎、欸，你后面不接着唱哦，人家会以为爱的初体验只有 rap 版的。对的，杨一浩，恭喜你，好听的，答对 ，yes。下一组请就位，导演加油啦！好，哎呦，彤彤，彤彤，干嘛？你有唱到？他今天有唱到啦，他有唱到。我今天唱两首，有唱到。你今天唱了两首，另外一首是半唱。真的。来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耶！快不要！哎呦！哎呦，你挤得到我耶！彤彤，请下来。林导演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张学友的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。哇！不行啊，这首歌难度太高，你唱不来。我要帮你唱。OK 的 ，OK 的。请问怎么唱？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？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你怎么被揪掉呢？向汪姐唱了一首，她唱了一首，我也唱了一首。因为她那首歌刚好听的真的是有点陶醉，就忘了要再 PK。向汪姐，那我的鬼迷心窍，你有陶醉吗？你真的鬼迷心窍了，好笑了。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你们让一下，我这字都还没看完，你就冲过来。没有，其实这首歌我看懂，但是我会让你先上来。看过？不是，你看得懂吗？我看得懂。是怎么念？当家有一天，我来做主官。当家，当家，当家有一天，我来做主官。什么意思？主官就是主考官。是猪肝吗？是猪肝。这个好向花姐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我本来歌都会唱，看到那几个字我都不会唱的。但那几刚下面歌啊，做猪瓜，那个红金桃。哎呦，请问怎么唱？今仔日红金桃，红金桃，好家的明草草，明草草，嘿，代志是永远做不了，心碎嘛嫌无够。报告啦！有人讲人生在世，何必来怨命？好呀，咱这拢是求行甲平淡。敢当有一天我来做主官，一定做甲壮甲壮甲爽甲灵甲水甲壮甲水甲。今仔日风尽头，破尽头，行出摇金老炮，老炮喽！定定来笑我，啥物拢袂晓，我听讲你嘛无。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来，目前为止有人没唱到吗？应该都唱到，都有人唱到。OK， 今天宾主尽欢，是对呀，好不好？本来我是唱两首，你要再多加油一点点，证明他是歌手，也不用那么严苛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傅凯会唱歌，大家都知道。是，我觉得你最近的表现少了那么一点点，因为刚才那首歌没有唱到精华的部分。对对，没有。其实我最主要最近主攻呢，都是在戏剧上面。我们新的连载中快要上映，吓我一跳。我相信你应该是很期待的。对啊。我很期待。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？
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。哎呀，你们竞争的那么激烈，为什么不参加短跑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明年2月要去参加日本的64K 的马拉松？马拉松在日本，在日本东京64K， 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东京的城市赛。哇塞！那你这首歌好好唱，把肺活量练一下。真的也不是啦，这首歌跟慢跑没有关系啊。有啊。到底说了什么不能说的秘密，让元浩窘到不行？东京的城市赛，哇塞！那你这首歌好好唱，把肺活量练一下。真的也不是啦，这首歌跟慢跑没有关系啊。有啊，你不觉得你换季有问题吗？换季有问题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张学友情书，是的。答对，请问怎么唱？我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，几封情书。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。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骨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？太经典了，姚元浩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KTV 所有的歌曲都已经唱完了，在这边宣布一下两队的成绩。今天统统队总共得到的是四题，都是你啦，对，都是你的问题，这问题最大的，对，来，元浩队今天唱对了六题，是的，我们今天的 K 歌王就是我们的元浩队，欢声。今天副卡来，谢打歌啦，好不好？非常好听的，你们这个要多多支持我们的，谢谢，我的妈咪香花姐，拍戏很辛苦，真的，希望妈咪能够保重身体，常常来玩。没错，最后呢，我们要请我们的副卡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是什么歌呢？带我专辑第二部主打歌《Gimme a Go》在手里，谢谢。过去了。